Rockstar。 我们今天要玩一个近期很夯的游戏，是第五人格吗？哦，对啊，我们会那么晚拍，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练了一下。我没有练啊，练什么？这要拍教学吗？我昨天才刚下载。你少在那边装，你狂玩，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我任何奇怪的时间上线，他都在线上，还一直约我，然后我想说我才不要跟你玩。今天就是大家要来看我们两个人玩第五人格，投票决定谁是猪队友。我觉得我应该还蛮 OK 的。刚在拍片之前练了两场，救他很多次都害我死掉。废话不多说。天哪！就刚刚，我们刚刚就是一起组队的这个骗子。你要打一般的吗？不过你要打排位吗？好可怕、喔！算了，不要好了。好废哦、喔，两个人。现在会有人打一般场吗？会。你有没有仔细听过第五人格的声音？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在家里面玩，因为我们本来在听音乐，手机有接喇叭，结果就是放大声之后，你会听到。这喘气声，我在家玩都不敢开太大声，很怕邻居以为我们在干嘛。什么都没有人，我就说大家都去打排位了。好，如果到2分10秒，两分十秒过去了，太久了，所以在排位战的时间，我们还是打排位战就好了。哎，这样我很紧张哎，怕连到我。下人在场，突然有人问盲女好用。不好用啊，大家都知道不好用、啊。鬼不按确定，但我不敢换。哦、他按确定，他确定就在等你，全就在等你。OK。黄淼换园丁。你会园丁要讲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刚刚讲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一个可以。一个园丁有屁用啊！真的、哦？那怎么办？他有人走进房子，那我已经去好。那人是谁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差一半？哦，因为我按到了。好。周永浩。干嘛啦？振作一点点啊！我昨天玩。怎么了？遇到鬼了是不是？对，我要来解密吗？红蝶是红蝶，我今天红蝶不知道在哪里耶。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哦，那个律师被震慑了啦。好啦，我就在他旁边，感觉只有我可以救他。只有我可以救他。你要打我吗？打我啊，笨蛋！他一直想震慑我。你说在你猜的瞬间？对啊，你觉得有可能被你吗？律师。反正他，你们两个就是好好的去解。真的吗？我不用去救他吗？不用不用。好，我刚刚被树卡住了，你有看到吗？你应该看不到。我、哦、旁边有地窖哎，那我要守在这里。守地窖干嘛啦？哎、欸，他起飞了。对啊，用三次啊。完了，我们会不会输啊？不会，你好好的解。你现在在干嘛？我在遛鬼。也算遛鬼，是躲他。会遛吗？就是躲、啊。你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、不要。我要救你吗？看你啦，看你的心啦。我来展现一下我救人的技巧。为什么椅子那么多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哎、啊，他随便找找到椅子、欸。通常园丁应该要就是先拆椅子才对。是吗？不是先解密吗？哦，再也不要再当园丁。你在哪里啦？你没有看到我吗？没有，然后你就赶快救，要救赶快救。欸、然后有现实一点，就是帮忙挡一刀，好不好？欸，我在你后面，还追我、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帮你按下门啊。可是他追你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他是他要追你的。我刚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刚刚没有过半啊。没有注意到，但我在猜椅子。你有猜掉附近的椅子吗？有啊，我猜掉离你最近的。所以我可能会跑掉。没有，我看到一个完整的在我旁边。好的。你救我啊！哎、欸，不要救我，红眼了，他一刀就打死你。你不要救了。我可以。跑了，没救了。他在追我吗？没有，他绑我。那我要去开门。对，你去开门，那就剪掉吧。没有啊，这会放啊。这是我失误、啊。另外一个人在开门，没错。他看到我了，为什么他又红眼了？他没有要救我的意思吗？看起来我没有。好。你伸手去。鬼在干嘛、啊？他是放鞋。哎、欸，你可以自己站起来吗？哦，没有。我队友在干嘛？你队友站在门口看着你。他在犹豫吧。他现在要走过去了。然后他要走回去了，他在干嘛、啊？你要嘛就出去，然后现在结束游戏。他现在叫恰恰，在你过半的时候我决定要救你，然后就拍。选择障碍，太障碍了吧？哎、欸，我得分第一耶。十万，等一下这场不算啦，再一场啦。你有去查那个人格要怎么点？我没有哎、欸，我直接拿给强者去帮我点。我觉得机械师很可爱。那鬼可以开一点吗？我刚买了盲女，盲女真的很忙哎、欸。我有试玩过别人的盲女，会感受到你真的忙了。但如果你对地图很熟，我觉得可以用一下。我昨天有配到一场新地图，我等一下吓死了，超大的。旁边真是破一击。我要躲到柜子里面，然后操控我的骷髅头。你知道柜子拿出来就是绑起来了吗？我知道，因为我很智障的，我有躲过。我在里面不能那个，但是我现在先把它叫出来，然后我再换，然后我再躲。好，不行，鹿头可以干嘛？它的那个攻击是可以远距把你抓回来的。我现在亮红光，但是我还是决定要。
吓我一跳。天哪，真的是猪队友。你不要吵。要救你吗？不用啊，他找不到我。我想先躲在这里。哎、有一个笨蛋被打了，他还追那个笨蛋，那我就去解他刚才看到的，他被绑起来，那是不是我需要救他？我来救。所以我觉得他搞不好在看我。哦，好吧。什么意思？所以你可以再救一次吗？可以。可以快点回答我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先走。哎、欸，你有要救吗？我要救啦。好哦，我又被打死了。他的人偶在哪里啊？我已经跑远了耶，你给力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期待那个祭司会去救人。我没有人偶了。两次被打死就没了、欸，他就飞走了耶。我找到地窖了、欸。看你有没有破译哦。可是我附近没有破译机啊。怎么了？你不要随便这样子。我心跳蹦蹦跳。我的心脏蹦蹦跳。他发现我了，我有六鬼。你六什么？你直接被打是？你振作一点好吗？好。好，这个祭司我尽力往那里跑，因为他会挖地洞，他会给我一点莫名的安全感。你跑得掉吧？不确定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他。你路头你就是不要跟他跑直线，你要一直绕，要不然他直线那个鞭子很可怕。好。我完了，我需要帮你挡刀吗？不用。我们决定。好。OK。好。不知道祭司会去救人，祭司应该会去救人吧？我蛮希望祭司可以去救个人的。看起来祭司会去救你。可是我觉得我被救，我逃不了哎、欸。看起来祭司应该有 sense 会帮你挡刀，然后挖地道给你跑。我就跟着祭司就好。对，而且我现在解最后一台，这台很快就解好了，所以他只要……我现在的责任就是解完这台之后去开门。你只要把自己保护好就好了。他是有挖地道给你跑吗？没有。好，他没有，他没有限制。好，我去开门喽。我觉得我们来个和局怎么样？不要，你给我跑掉哦。好，可以。你跑得掉吗？有地道吗？没有。我不知道，我要去开门了。我的。嗨呀，你刚刚有过半吗？应该没有，机械是可以做很久，对不对？你的动作看起来很蠢。我的四肢比较灵活。你没有过半。那个祭司看起来有想救你的意思吗？门开了。我看一下祭司在干嘛。我给你一个方向，我在这里。祭司在干嘛？祭司跑掉了。祭司跑掉了。跑掉了你们就跑掉，我们就来个和局嘛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等一下我不知道跑不跑得到哎、欸，你觉得我这个祭司跑得到吗？不要哦，我就觉得被抓走。拜拜。我觉得那个祭司真的没义气哎、欸，你刚刚怎样死的？我就怕他出鞭嘛，所以我也不敢，就是因为我直线没有办法跑到那个，知道吗？你就弯弯的，弯弯的跑到那，然后我就弯弯的一直在绕啊。大家知道谁是猪队友吧？在这几场比赛之后，大家觉得到底谁是猪队友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。其实我觉得好像有点判断，因为排位赛真的太紧张了。真的，而且我害怕镜头，我录影的时候会紧张，我压力比较大，所以我刚刚不小心有失误几次。我才玩不到一天，所以我觉得你在这边骗，大家都看到我们的 ID 哦，欢迎加一下，我们一起打游戏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，然后下面留言给我们，然后分享，订阅，大家都很不爱订阅，拜托订阅一下，拜拜。